大家好，今天晚上在家里面吃好的，还是烧烤。今天在县城里面买了一些东西过来，买了一些烤串。现在这个火燃的差不多了，要准备一下开烤。是你动。这些都是今天在新干买的，在县城里面买的，好多。哎，俺妈买的就是。到未必了，到未必了呀，烤。哎呀，烤熟一点。它那个不能吃了，太油了呀！你这样，你看了就是。哎呦，是不是？今天有点热，我们这边明天就要下雨。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齐全。设备不行，不是专业的喽。不是专，没面无寒头。感谢大家送的年糕，感谢。现在吃饭，小时候也会来。在搞烧烤啊，鸭子。嗯，赶紧烤。搞烧烤呀，给他敲哈。还有一些烤。还有一些这个叫啥？面筋。好，这个面筋。我这是。张老英捏的姿势灵。张老英。单一双。还单一双啊？完了，我有胳膊。但是腰没够的。腰小腹没够的。感谢今天送的礼物，感谢今天送的礼物，感谢大家。来一串，烤熟了，你这个好吃。要不摸摸点不？看你好心，知道？好看。啊。好看。我从南昌老庄，我替你开车去你家那边。南昌老庄，一会儿就给你抢。给我来一块豆腐干。看着我流口水。来呀！你摸它了没呢？啊？来呀，是这个吗？是要这个吗？不要肉吗？我们这人。啊？吃啊。好吃不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你给我来这没辣椒的行不行？这不敢吃，好伤口。四川，好吃的。你给你经理的美女怎么谢吧？啊，谢谢。外甥女给你，牛奶给我，真好。哎，你不要给啊！我给啊，那是给啊，我就应该。然后今晚给你钱，我那款不讲。自来香，自来香。上好坡，你们喊你上。好吃吧就？好吃啊，好吃多吃一点。你不能这个吧？啊，其实我的肚子下有猫的闹吗？好啊，帮我摸啊，你赶紧的，赶紧的啊，赶紧去今天烧烤串。吃吧。你说石头姐吗？这烧烤我最爱吃的就是韭菜了。没跟大家说的西瓜，小时候没喝够，他没喝。没喝酒啊？没。现在都吃完了。这要打扫一下战场，这些东西都要清理一下。这个骰子怎么拉出来？让燕子。